爸这话头。我不好的伴儿，我不好的伴儿拽去。外面不好的伴儿拽去，再放点小菊。呀，小菊你的。这个人不知道干嘛。哪个？这个。咋的？没有了。没了。嗯呐，没有了。我搁粉的，它有点不配。粉的有。其实白的是最好看的，白的没有了。粉的不好看，是。对。不要了哈，是吧？嗯。这有一点放一点吧，没事儿。这点缀一下子，花，这花艺这个东西是做减法，有时候多了并不见得好看，就得搁一边儿，点缀一下子就好看一些。粉的不好看，而且这叶子非常漂亮。你家花瓶大不大？没事，大小都有。大小都有啊。你这花束你到家是不是得拆开？不拆开。你不拆开的，我给你包根儿，完你就花整个花束搁家坐着。不拆那行，我就给你包根儿啊。因为花束大，坐得稳。给你包一个灰色的，比较高大上的颜色。
是那灰色创金壁纸。帮我擦一下行吗？我擦，那是跑的更多不行。不，你搁地上就搁着，别拿着，拿着搁累了。今天不用讲，以后我一擦就行了。灰色的烫金铁是非常漂亮的。嗯，你看咱们这个，咱不包了根儿吗？完了，这花特别大，你到家花瓶不也放不下吗？完了，我给你兑上可丽鲜水，住在这里头。可丽鲜水就是鲜花保鲜剂那水。完了，你就家里边你就这么放着就可以了啊。炖一下就行，好了，我现在给你注水啊。水是吧？好、啊。还是怎么样？你说啥？我说你的水是怎么了？可丽鲜，我给你兑可丽鲜鲜花保鲜剂，就那个水啊。在花朵上吗？不是吧？不，你看咱不剥根了吗？啊，对，我没剥出来呢。这个。我就说一会儿问问啊。这是。
这是颗粒鲜保鲜剂，兑点。好嘞。你就是别让花束倒了就行，那谁这样是不就住上了吗？你看孩子，那我不住的意思就是这个，这是没法住。不是你拿的时候你别倒了啊，你这样式你花比那花泥插的还好，比那花泥插的那好。搁什么土？你这虎皮兰你就用那啥虎皮兰，你就用我就我家这土不就行吗？你看我家这虎皮兰这么栽多好看呐，你看这两盆多带劲哈。原来那种更好，对，你刚才那小伙子差点拿走这个。完他又选的那个。那天来我就看到在这放着。不是，那孩子刚推过来的。刚推过来的。那小男孩拿走两套呢，那还拿走是那样式的。43呢。对。多漂亮啊，快拿呗。再给我缓一缓吗？给我两袋土都要。缓不了姐，我能给你一袋土。给我一袋也行。行，我那行。有那个土。行，你走买，我等会给你一袋土，姐姐啊。对了，我犹豫了半天那天。哎呀。就是时间太紧张了。姐姐，别犹豫，这盆太漂亮了。要不配的，我也可值。配的绝对高大上哈。多好看这色儿哈。好嘞，送你一袋土。好嘞，姐姐。行，回去给我正好把那个。哎，这个。他是喜欢这个东西，可皮实了，是吧？这个得干裂纹了，干透枪了再教姐姐啊。是啊哈。就是干裂纹了，你就不用管，完是见一点点阳光行，不要强光。不要强光。就是干裂纹了，干透枪了，就再教，哎，就长得老好了。是不是我烟？你不能教水大了啊，就这个啊。那我知道了。你要摘虎皮来。给我一个，哎，我咋拿呀？我给你拿，姐，我给你拿袋儿姐来。